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大家看一款机器，然后也是即将发货的，发往山东滨州那边，然后咱们看一下那个机器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走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这一款就是要发货的，然后到山东滨州客户那边，1米6×1米的切割弧面，现在机器正在跑机中，出厂前都会经过24小时的跑机测试，完全验证没有问题之后，机器再发货。这个是一个操作面板，中英文结合的，上面的一些文字和英文都比较详细。然后咱看它的电路部分，咱们看一下。然后客户这边要的是130瓦，然后主要是切割木板，大概有个4毫米的木板，做一个模型拼接。看一下机器四周，下面是一个排风口，也是一个排烟有吸附功能的一个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冷却装置，给激光管降温的。好，后期我会更新客户现场一些切割视频，然后发给大家。